喜欢用特效，我相信各位男士应该不知道特效的威力有多大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这样还是人吗？这种困扰就是跟朋友约时间，但他们总是会迟到。我跟我朋友约十点，你们知道现在几分吗？12:03。哦，我真的是快气死了。请你们在约定好的时间准时出现。我从准时变成迟到的那个，因为全部人都会迟到，所以我现在都跟朋友约十点，但是我都11点才出发，因为他们都11:30才出发。